Thank you. OK， 930米来接我了，兄弟。 待会儿怎么翻译啊？待会儿他打电话来，然后就直接把电话给他，然后他给他两个交涉就行了呀。Channel number, you share brother, your channel. I want your for here. You making YouTube video or something? What is your YouTube channel's name? What is your YouTube channel's name? Name? YouTube channel's name. YouTube. YouTube. Ah, no YouTube. I China. China fish, do you show? China. China. Yeah. No YouTube. Yeah. Never show. China. China TV. Never show. Yeah. It's just a stream. Live stream. Yeah. Hey. Hello. Yeah. Yes. Speak it there. Hello, assalamualaikum. 아프니 Sorry. 1 second wait করেন. 아프니 কোথায় যাবেন? 아프니 location Yes. What? 배야 এখানে আসেন. 우니 মানে একজন চাইনার লোক তো আমি বুঝতেছি না কি বলতেছে. 我的位置就在我定位那个地方。 他跟着地图走就可以了。 Payment कैसे दी रहे? Maybe tourist में तो घूर बे। उन्हें एक अलग location जाने आगे जाने। Yeah. Okay. Okay. Sure. मैंने उन्हें जानते चाहिए थे अपने कि payment की कैसे दी बे ना कि उन्नो भावे। 你是否会在开发后其他方面支付款项？我会现金支付给他。Yes. Okay. Thank you. My friend. Thank you. Where are you fro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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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Yes. How long in Bangladesh? Huh? How long you in Bangladesh? Sorry. How long in Bangladesh? Banglad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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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yes 11 days 11 yes yes 11 11 11 yeah 11 我是你们兄弟们，哎呀，终于憋住了，这你们真的是兄弟们，拿回来，他过来接我了，他们这儿都还把我不给他钱，知道吧？我是你们兄弟们 yeah 아프니 방글라데시 기셔 좀 나왔으신 sorry 아프니 이거는 캐나다 시즌. 你还啊？我过来去海边看看. Tourist movie. I'm showing this to the sea. Yeah. Sea beach. 阿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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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什么
তাহলে সি বিচে আর কি নিচে গো কক্স বাজার মা নো নো চট্টগ্রাম সমুদ্র সৈকত কেন বল না সে একটা জিনদিয়া মা পতেঙ্গা সমুদ্র সৈকত ও ইয়া মা হ্যালো ইয়া মা 他给我推荐一下啊，就 map map 一下，对 ，yes。
好，帮我输一下你们。好的，谢谢。哦。OK。Thank you very much。谢谢你，我待会儿吃完饭之后我就去看看。Yeah。那个地方是看日落吗？ Yeah. Oh, 看日落. Very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Oh, very good, very good. Hotel the sea beach. 哦，来了，还有320米。 他来了。 Very good, very good. Thank you. 日落还是日出，也翻译的不知道对不对啊？听。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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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এখন কোথায় যাবে জিজ্ঞেস কর এখন বর্তমানে আপনি কোথায় যাবেন现在去吃饭 我很喜欢孟加拉的美食 Thank you so much yeah. 我来孟加拉已经11天了 我是在打卡过来的。 打卡，火车，棒棒棒棒棒棒。师傅来了。OK。 到了。 Hello, 你帮我看看。 He's coming, he's just coming. 他好像到了, 你帮我看看他是哪位。 你也看见了, 来。 Hello? Oh, yes. Okay. Hello? Hi. Hi, I'm fine, thank you. 哎呦,谢谢你。 Thank you. Yeah. Oh. Thank you. 你按照地图走，到了以后我会给你现金。 Yeah. OK. Yes. Map. Thank you. 我这你们 Thank you. Bye bye. OK, 兄弟们，太帅了。哦，头盔。 兄弟们，安全头盔 ，Yeah， 加热头盔，哦哟 ，Thank you，OK， 哎呦，我说你们杨大人来了，兄弟们，他们这儿煤气很多的，很喜欢煤气的。你现在要去哪里？他现在带你去哪里？OK。Yes。 就是现在显红的这个定位这里，就是现在这个定位这里。这里有餐厅。哦，restaurant在这边，西部靠近了。你可以让他导航这个定位就可以了，跟着地图走。 哦，他们这看不懂地图。Old Link Road。Ma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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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
ম্যাপ দেখে বলবে যে রাইটে যাব না লেফটে যাব আপনি ওনাকে ম্যাপ দেখে পথ অনুসরণ করে করতে সাহায্য করুন Yes, yes. Yes, sir. Yes, sir. 他用他的导航就可以了。对。那你一打给我们说。耶，他们都不导航的吗？哥。You. Map. You map. 当当当。
我惹你问这么简单的问题？J-Lab Restaurant No 你直接打啊。你傻眼了兄弟。Sorry。我那个人真的叫我呢。零六大哥。Let's go. 你打开你的手机地图，然后你学我一样导航，就能找到终点站了。他才能记住。你过来。他为了挣我100打卡，真的是不容易啊，兄弟们。OK。OK。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Okay. 惹你们惹毛了，我自己骑。OK， Thank you。阿哥们 ，Yeah， 拜拜，拜拜 ，Thank you。Let's go。Yeah， 赶紧回啊！怪不得那么多人要取消我的订单啊！他们不用地图，你们兄弟们，他们不用地图的。我真傻了，我导航了，我用我的导航。右边，左边，右边 ，right side， 现学生。还知道他们这不用地图的，你们。好。我让他下来，我来啊！我这地方我都想让他我来啊！8.7公里。我们这儿用 Uber 的还是少，兄弟们。
100-123吧。怪不得兄弟们，他们这儿原来是支付不了，兄弟们，一个不会导航，一个不会英语，神牛，天作之合，兄弟们。我懂了，兄弟们，我懂了，兄弟们，他们这人是真的不会用导航，兄弟们。其实不能怪他，兄弟们，这个确实是没，就是都不一样啊，就是像我的话也不会英语，对吧？一样的道理，或者就好好沟通一下就行了。Life 几公里怎么来着？早上铁窗那是怎么导航的？他也看不懂。今天早上我打了个车，然后他说：“哎呀，我找得到。”好，所以你们先把单揽过来，然后结果走了一半，他又问路人啊，他自己找不到，然后我导航都给他导着走了，他都找不到，他都看不懂那个导航。后来，然后还是我给他说这样那样，然后再到的啊。他拍，然后在揽这个生意的时候拍胸脯说没问题，啊 ，Let's go。我这你们结果人麻了，兄弟。没有，我把地图打开给他看了，他都看不懂，兄弟们，这确实没有办法啊。这里感觉比打卡要干净很多，兄弟们。对，他们智能，他用的是智能手机，但是他不会用地图，谷歌地图他可能不太会用。然后他还问那个师傅是不是我要现金付给他。你问这上面还可以支付宝支付，但是支付宝不知道付哪儿啊。因为他们这边智能手机还不怎么普及啊，兄弟。对。现在带大家去海边啊，去孟加拉的海边，然后那个从印度尼泊尔，然后到那个孟加拉的那个恒河嘛，最后的水都是汇入到大海嘛，然后孟加拉是这个汇入大海的那个口子的最后一个口子，就是汇入大海嘛，啊，知道吧？哎呀，我现在人不精神啊，我生物钟乱了之后，人脑子反应的有点不快，兄弟们啊。其实我觉得在吉大港，我觉得这边还可以。吉大港这边还可以，还行。这边感觉比打卡要好一点，我感觉吧。欢迎我波哥，欢迎波哥，欢迎波哥！真的，真的，我虽然是第二大城市啊。左边你就抠一下你左边的卡，右边就抠一下右边的卡。好的，这儿最少不是那么堵，感觉啊，就是不是那么堵啊，就是不像打卡那么堵，兄弟们。
但是比感觉比打卡要干净一点啊，就路也要比打卡好一些啊，感觉。感谢感谢我云端哥，谢云端哥。这边可能是应该可能也是新建了一些路啊。能不能看看啊？其实这个师傅还是蛮帅的啊。这边经济发达一些，对。踢到你那个老夫子那里了，那可能地址是我们这边整错了啊。这里贵的酒店好像是20000多租啊，20000多塔卡一晚啊，这是五星级酒店了，这边有。不过他们这边的五星级酒店是1000-2000人民币啊，一晚，住一晚顶别人这里一个月的工资，兄弟。1-2万塔卡啊，1-2万塔卡，接近3万塔卡吧。也就折人民币1:15的比例嘛，也就差不多接近1-2000吧，2000人不到。头盔掉了，说到头盔掉了，爆装备了，兄弟们，爆装备了。路中间怎么有个房子呀？完了，待会我在海边怎么回来啊，兄弟们？10公里嘞！左转。Yes, yes.这你们10几公里，兄弟们，带大家来看看孟加拉的海边，兄弟们，你看他们这边女的都裹得严严实实的啊。哦，这边很多。这边是以胖为美啊，以胖为美。啊，女孩子越胖，人家越喜欢。留给他电话，让他来接我呀。我这你们，这个碰碰车，堵车了，堵车了。
哇，这边女好多女人啊，兄弟们。但是我不敢上啊。我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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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师傅牛逼啊，直接给逆行了，真牛逼啊！我真牛呀，兄弟们！我吓呀，兄弟们！师傅是任你为最帅逆行者呀，真的是。嗯。别那边。嗯，那你妈给差点给人给撞了，兄弟，太吓人了，这就是。是啊，兄弟们，全网谁直播间能看到这种内容？OK OK。没有到啊，没有到，不知道他接电话吧。谢谢我苏打绿麻，你这边应该抓摩托抓的挺厉害的，我看他们。没有。又罚款的，欢迎我屠杀哥。就是他拉到一个外国人，兄弟。感谢我三倍倒七分钟，准备交货了吗，兄弟们？不好意思，你们兄弟们，感觉交货了，兄弟们。妹妹多钱了，就坏起来啊！妹妹多钱就坏起来了。哇，这边妹妹多，兄弟们，这边哇，这边全是妹妹。哎呀，我靠，好臭啊，兄弟们！我靠，哎呀，我靠，这比屎还要臭，我不知道为什么。Yes, yes, let's go.知道说不出来的味道，反正比屎臭。我都还没有免疫，我来十一天都没有免，完全免疫这边所有的味道。你们可以想一下，兄弟们。我来十一天了，这边所有的味道我都没有免疫完，因为大部分味道我其实闻不到了，知道吧？因为我已经免疫了。Sure, yes, yes. Okay, okay, 可以。Right. Yes, yes. 怎么过不了了？这儿。Stadium. 哦。嗯。学校。Yes. 哦。Cricket Stadium. 哦 ，Stadium. Yes. 哦，这是什么基地吧，兄弟们？这导航它不让我直走哎，走点也可以啊。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兄弟，不像是缺点啊。哦哦，体育馆应该是体育馆。左球场。